乍为人妻的侯佩岑虽然关注度远不及从前，但时尚优雅的形象也让不少重量级代言找上门。8月22日，侯佩岑就一袭时尚金色人鱼裙亮相品牌活动，更当场分享起当金秋时尚达人的小窍门。我觉得应该可以有一只金色的手表，因为我很喜欢金表，但是以前我们觉得金表好像都是比较复古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其实金色很流行，所以我觉得可以要有一只那种金色或玫瑰金，或是比较就是比较夸张眼的手表是 OK 的。智慧与品味兼具，难怪侯佩岑作品寥寥，但人气却一直居高不下。不过已经嫁为人妻2年多了，粉丝们更关心的还是侯女神何时能成为性感辣妈。现场时尚浪漫的她就被问到是否也想生一个和自己一样是射手座的聪明宝宝。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每个星座都有她可爱也有优缺点嘛，所以我觉得每个星座都 OK 耶。那女神你就抓紧时间生够12个吧。这边侯佩岑感情事业都如鱼得水，另一边开自家面包店的侯佩岑闺蜜小 S 却卷入人工香精事件，名誉大大受损。未免卷入这滩浑水，侯佩岑也只得一脸尴尬的与好友划清界限。所以我平常不太我其实比较少到外头买面包吃，所以我还没有试过他的面包。这小 S， 你开店都不主动送好友点面包品尝，也太不够意思了。东星娱乐整理报道。